当时我们家里有一个车子嘛，那没什么工作嘛，拉着这地方呢，那所以呢车子也卖了嘛，那我们带了好多的房嘛，所以车子也没工作，那我们卖了，那我们心里现在压力大得很。 很向往吧，因为一直理想中的没有来感觉过这边嘛，一直朋友都介绍说不错嘛，想过来看一下。 因为他不会汉语，他不会不认识汉文，他只会藏文的话，他是找不到工作的。几年了，就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实际上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一个自治区也好，是自治州也好，你应该在这个教育方面啊，或者是在就是对本地人啊、本族人、当地人那种在有保护的那种政策嘛，他在工作方面啊，这样各方面。 这个没有什么不公平的，这个是自觉自愿的。我们的孩子们，藏族孩子也愿意学中文啊，也没有说不学习中文，啊，愿意学中文。对今后的发展，你多学一门这个语言的话，对今后的发展更好一些。